哭了呀，啊！咱们下次看点喜剧，不看这什么生病了。嗯。你说，要是有一天我生病，我得绝症，你怎么办？我能怎么办呢？拼尽所有给你治病呗。要是我的命能换给你，那就拿过去。 但如果我得了绝症，你千万别为了我放弃自己的人生，记住没？你先说什么呢？什么得不得绝症的呀？当面有朋友说，当面都是。 想看就光明正大的看，怎么老是偷偷摸摸的？哎，这些我能看吗？都是些废了的东西，有什么好看的？废了也是好东西啊！你别说，你拍马屁的样子还挺招人喜欢。给你了，都拿去吧。啊，谢谢组长。嗯。 何心迪，你多少行李啊？连两个箱子这么重？个大小伙子，让你干点活怎么那么费劲？哇，你这衣服也太多了吧！这么多衣服，你平时穿这么少？你懂什么？我这都时尚好吗？时尚？这叫时尚吗？这个？不用再糟着碰我的衣服。 你们把全重庆都跑遍了，就少了这么个地方。这咋了？啊，地段好，价格便宜，关键房东人也不错。你房东人好有什么用呀？又不是相亲，那房子太破了呀。就这种条件，你才能好收拾啊！能按照咱自己风格来。那不关键是便宜呢吗？那地铁口风格更自由，更便宜呢。你又不出力。
剪现成的，还整那么多幺蛾子，你厉害，你找。我又不是没找，那我找的你们都不喜欢。大哥，你都找到人时代广场去了，那地儿我们配吗？你创业，你就踏实的以小博大。哎，主要是咱们要做出自己的风格和态度来，是不是？那态度没有用的，我跟你讲，那个地方是一个居民楼小区，底下的商户也就是一些什么水站啦、啊便利店、彩票店，也就是这些。你在那开个咖啡店，没有人买咖啡。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，你听我给你阐述一下啊。这个地方它虽然是个老小区，但是它地段好啊，那出了门就是一个地铁站、三个写字楼、一个大商场，在这儿租房住要比那些公寓便宜将近三分之一呢。是，但我们是要开店，不是要租房住呀。懂了吧？这个就是核心问题了。那在写字楼和大商场里上班的都是什么人？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啊，所以这老小区住的大部分都是年轻人。你想想，买咖啡的群体是谁啊？他也是年轻人啊。我们只要把这个价格做得便宜一点，包装高级一些，那些年轻人早上上班的时候去买一杯咖啡，晚上下班的时候再去买点蛋糕和甜品，方便又实惠。我们要走的策略就是要找那种租金便宜的非传统店面，做我们自己的小生意。只要我们的品质做得好，那效益立马就上去了。早都做过调研了。你这个互联网大数据专业没白学啊。你干什么这么激动？哎，你听懂了吗？就在这鼓掌。人家这大智慧你有，你出脑子了。我出力了，我最强辅助。哎，我觉得这个思路没问题啊。咱明天签合同的时候，在合同里标注一个月的装修周期，然后签这个装修合同。至于这个营业执照的问题，那个我来，我去找我爸厂子里法务，他们都懂。哦，装修公司我也聊了好几家了，有一家我觉得性价比不错。哎，明天我再去看看价。行，那我叫一个货车去我外公家，把我那些家伙事都带上，咱明天直接开工。走，开工，开工大吉，开工大吉。各位，刚只有家。哎，那个水泥您放屋里就行了，那个木板放这儿，放这儿就行。哎，小兔，来来来，喝点饮料，或者帮我把这个也往屋里搬一下吧。好，谢谢啊。这么不显眼啊！您先放屋里。去吧去吧去吧。师傅，来来来，那个木板都放在这儿就行。好嘞好嘞。来，我去。这个，谢谢。走。师傅，您帮我把这个一起往里搬吧。刷一遍，等干了它再刷。第一遍的时候小心点，那些边边角角都要刷到，尤其是那些拐角的地方。好，明白。没事，就扎了个刺。终于写了，你等一下，先把那刺儿给你挑出来。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我就知道你这肯定得流血。干活哪有不受伤的呀？我外公干活的时候，那手上都是口子，没事。哎，你是不是最近太累了呀？白天上班，下了班又往这儿跑。这有什么累的呀？我现在啊，就盼着赶紧下班过来干活，在公司我就是个助理，在这儿我都觉得自己是个设计师了，特别有成就感。好了，不久这里就会摆满我设计的桌椅板凳，还有所有器皿。这个咖啡馆就是我的第一个作品。你就是我的第一个客户，作为你的第一个客户，非常满意。这还没交货呢，怎么就特别满意了？因为这设计师帅啊，我提前满意。来，
不疼。嗯。你这种情况需要做个血液生化检查，怎么才能判断是什么问题？不是风湿性关节炎吗？其他原因也会引起关节疼，比如啊，类风湿关节炎、那个红斑狼疮，都有可能引起这些症状。这样吧，查个血，做个血液的全面检查啊，我给你开个单子。哎，谢谢医生。你那边什么时候开业呀？我去捧场。快了，等到时候开业给你发微信啊。你到时候来就行了，我请你喝咖啡吃蛋糕。行。哎，这个是我自己做的，你尝尝。真的？嗯。之前都不知道你还有这种手艺呢。这个是给贝贝的。你还不知道吧？四叔考研又失败了，说以后再也不考了。准备带着老婆孩子回老家去了。已经走了吗？应该走了吧，这不快过年了吗？哎，考了这么多次太难了。你尝尝这个。行啊。开张大吉，生意兴隆。哎，这次最大的功臣就是林通了啊，了不起，给你点个赞。还有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什么意思？我没出力吗？啊，水泥沙子谁搬的？嗯，你还好意思说呢？那背一袋沙子，然后休息半天的人谁啊？哦，你不看那个石阶有多高的吗？哎呦呵，你真了不起啊！自己不行还换石梯了。说我不行？你就不行？你说一个男人不行？那你就是……你最好好好反击一下自己刚才说了什么。我不行，我告诉你，我告诉你，何心迪，你自己想一下，你自己在整个时候做了什么东西？你别凶！隔音玻璃知道为什么贵吗？就是因为你直播时候太吵，明白吧？你才吵！你嗓门那么大，你小点声。OK 了，我听够了，听够了。但是真的，话说回来，现在装修你不装一次，真的不知道太贵了。哎，真的是，这次幸亏有林拓，省不少钱呢。咱们这次要不要给林拓点钱？不用，我都是给小雀做的。说我的人生怎么突然感觉就亮了？因为我把所有幸福都给了你。我真的不行了，我受不了了。何心迪，我们两个还击一个。你离我远点。我跟你讲，你洗完澡你再不拖地，你就给我滚出去住。庆祝开店呢，你聊洗澡干什么？那你家务活谁干的？是我干的。有点吵，有点吵，有点吵，有点吵。哎呀，有个正经事情突然想起来，小雀，店名起了没？我都想好了。还用得着你起呀？嗯，那是。左看切，向前看，请俺领导讲话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宣布一个好消息，我们的花尾咖啡厅正式营业了。好，希望我们发挥出我们装修时候。
实干的精神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。祝我们开张大吉！开张大吉！哎，咱拍个照片吧。生意兴隆啊！生意兴隆，生意兴隆，耶！阿啾，孩子感冒别担心，999小儿感冒药，儿童专用，妈妈安心。邀您精彩继续。陈老板，哎，我好了。嗯。啊，琳达，我好了哎！加钱，快去快去！您的咖啡，久等。没开始，我在调试。安考。好了，来了啊！我准备开播了啊！开播啦！宝宝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。我们的咖啡馆呢，现在已经正式开始营业了。小雀，嗯，啊不，安老板，鄙人有一个拙见，讲，你看要不再请个服务员呢？我感觉我像条驴，好累啊，每天。你好累啊，现在就两个人，你累，再雇一个人开销多大呀？你是不是忽略了一个人？那里有一个你的闺蜜，国心迪顶50个客人，大指挥家，每天最擅长指挥的就是我陈光甫。我现在打扫卫生也要干，进货、拉货、上货全是我在干。话说回来，你那个院总男朋友去哪里了？挣钱去了。你赶紧让他回来一天吧，我求求你了。他再不回来，我整个人躺在这里，我最多再擦三下之内。陈光甫，你看，你闺蜜又开始作妖，又开始指挥我，我根本就不知道她每天哪里来这么多。来了。您好，欢迎光临花尾咖啡。要点什么？各位，今天请大家喝下午茶。我女朋友的店开张试营业。这么行啊？店都开了啊？给你一杯咖啡。哎，组长，我女朋友的咖啡店开了，这是她亲手给你做的拿铁，你尝尝。组长，还有蛋糕呢。知道您爱吃甜的，这块给您。开会。哎，来了正好。怎么了？坐。新品，品尝，然后尝后感。什么味道？杏仁的。这你能尝出来？我尝不出。你个吃麻辣烫的嘴，吃都浪费，羞辱我，恶不恶心你？再来两口。哎，今天下午茶怎么样？全员好评。那明天再给你送信。行。送，天天送，咱这啥时候能见到回头钱啊？目光长远，格局打开，顺手牵羊，然后铁锁连环，无懈可击，再接一个，上边拉去。
少吃点甜的吧，不怕得糖尿病啊。像我这样吃几块蛋糕就得糖尿病的，我还没见过几个。吃甜老得快。我还怕老吗？打算孤独终老了？不打算再努努力寻找爱情了？嗯，没时间。你先给我打个药。我说不定哪天就闪婚了呢。别，你再闪婚了退隐江湖，我还等着你在公司给我坐镇，我心里踏实呢。想让我继续在公司坐镇啊？想让我好好在公司待着，能不能少给我惹点麻烦呀？啊，彭宇的项目这回又为什么不接啊？哎呦，哎，哎呀，可惜了。彭宇那是韩语系的项目，你让我怎么接？我要是彭宇也不想找你，但是客户主动找的你，韩语系他没有办法。你意思是我不要客户了呗？我接了韩语系能愿意吗？到时候再给我搞出一套阴谋论，我每天跟他斗，我烦不烦？韩语系现在有好几个项目上马，顾不上烦你。我不想招惹他。哦，你怕他？哎，你作为领导能不能不激化矛盾啊？激将法对我没用，不接。这项目是客户主动找的你，如果你不接，老板那我交代不了。到时候大客户跑了，你跟我都负不起责任。我跟你保证，韩语系那我给你搞定，他肯定不会来烦你。你就派你手下的小孩去对接，这项目不难，费不了你多长时间。我们现在手上有三个活，霍生、彭千帆手上都有活，你让我找谁接？林拓。林先生，您半个月前预约了颈椎和颅脑次共振检查，经准时到磁共振室候诊，过时重新预约。哎，组长，两个事儿，彭宇那边找来了一个新项目，你去对接一下。他们是咱们公司的老客户，资料都有。王小绿，把资料给他找出来。好的。把资料吃透，项目要求我会发到群里。给你三天时间去彭宇那儿开个会，明白人家的需求，然后做出方案。我直接对接吗？是我还要给你配个助理吗？哦，不是不是不是，我自己可以。第二个事，你女朋友的咖啡店在哪儿？这我们要不然进点燕麦奶吧，燕麦奶或者豆奶，现在点这个人特别多。还有燕麦，燕麦，燕麦奶。欢迎光临。这是我老大，组长好，我是安之雀。欢迎老大光临。没见过，但东西吃了不少。我们今天专门来捧个场。哎，欢迎欢迎。哎，里边请吧。好。行。你前面这那个长桌就行。大家的口味我大概都知道，要不然我帮你们安排一套下午茶吧。行，我看着安排。谢谢。没事，那你们先聊着，我去忙啊。这咖啡厅好别致啊，这是什么风格啊？是按照我外公的木工坊做的。哎，你外公是木工吗？对，所以我从小就喜欢做这些。你们家这桌布也是手稿啊？可以啊，谁给你们设计的？都是我们自己设计的，为了省点钱，我就自己做。点。那这些桌椅也是你自己做的？对，店里所有木质的东西都是我做的。你也太厉害了啊，那你和你女朋友就撑起整个店了。要是有什么不足的地方，请大家多多指教。客气。来啦。来，打扰一下。你的。谢谢。这个是组长的。谢谢。给大家一人准备了一杯咖啡，还有一杯果茶。我还做了三款蛋糕，谢谢大家都尝尝。这个是单独送给你的巧克力冰淇淋。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巧克力？大家喜欢吃什么我都知道。霍生喜欢吃芒果，彭千帆喜欢吃蓝莓，组长喜欢吃甜的，喝拿铁都得加两块糖。你们两个喜欢喝冷萃，霍生喜欢喝美式。那大家就先聊着，我们去忙了啊。好，谢谢。拜拜拜拜。来吧，东西都上了，咱们开会。好。
林拓，讲讲你的想法。好。来嘛，这次我请客，下次您再买。行，那就谢谢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但是办卡不能你也请吧？这样啊，我办一张5000块钱的卡，每天订您的下午茶，外卖送到其家，我目无人等，吃什么你安排。好的好的，那我每天下午再额外送您花茶。好，成交。谢谢组长。林拓，哎，你就不用回公司了，直接下班。明天一大早去彭宇，回来跟你交房。好，哎，谢谢光临，谢谢组长，慢走啊，组长，组长慢走啊，拜拜，慢走，慢走。小丽，小丽，来，这个送你的，谢谢你照顾林特，不客气，谢谢，吃，拜拜，拜拜。快快快快，坐，韩老板，来，快让我犒劳犒劳你，嗯，累了吧？扶动肩膀。对，我要是这点小忙我就能帮到你，那我可真是有大用处。我觉得你们那组长看着还挺好的呀，也不凶嘛。嗯，他最近对我是挺好，而且。而且什么呀？他让我自己对接项目。真的呀？那也太好了吧！嗯，来，我健康。嗯，好，好。狗粮没啥子营养，走，我们回去继续搞。钱，钱，继续啊，继续。搞钱了，搞钱了，快点。累了吧？还行，都给我捏捏。嗯，哪酸？这儿，这儿，这儿都酸啊。都酸，你想喝啥？现在简约时尚是有了，大气，你觉得你跟这一套搭配起来觉得如何？是不是组长有点不足啊？哎，回来了，怎么样？需求和咱们想的差不多，我整理一下发到邮箱里面，同步到群里。行，我看一下没问题，你直接出发。明白。嗯。我看。学长，你怎么来了？吃了林拓给我带的蛋糕，觉得特别好吃。我看店里能不能吃到更好吃的。好呀，那你看看你想吃点啥？有松饼吗？有点饿了。行，嗯，喝点啥？来杯冰美式吧，打包。学长，来找我啊！你也在这儿？啊，是我和小雀开的。哦，我在里面做直播。啊，陈光鹏也在，他刚出去了，一会儿回来。哦，你们一起开的？啊，早跟我说我也入股了，现在只能过来消费了。没事儿，今天我请客，想吃什么随你。没有，我第一次来就当捧场，下回您请。啊，好。那个，上次咱们吃完饭一直说约你，你也没约我呀。是不是我上次 rap 的不好？不是，你 rap 的很好。那个，是我最近公司有点太忙了。哦，那周末没事了吧？我们去唱歌。哦，周末，周末我约了客户打球。啊，下周呢？哎，对了，你们新开店，你能办卡吗？现在？能啊。那我办一张。真的吗？我们1000、3000、5000的价位都有。行，那我办个5000的。办五千？嗯。哎呦，谢谢学长，你说你来看我还办了张卡，啊，好。
洗染下次常来啊啊！那个我陪你聊天，我还创作了一个新歌，我下次唱给你听，行不行？特别好听，我觉得肯定是你喜欢的。行，学长，好嘞。好，谢谢啊。啊，没事没事，学长办张卡。啊，谢谢学长啊。那我先走了。慢走啊。哎，我们谢谢你，学长。拜拜。拜拜，学长。拜拜拜拜。慢走，再来啊，我陪你聊天。嗯。哎，我唱那个创作那个歌就特别哎哎，你回来吧。你都走了，淡定点。早知道今天来，我穿条白色裙子了。咋的？我跟你说啊，学长今天办这个卡，完全就我功劳。嗯，我在这陪聊了一会儿，既增进了感情，还给店里带来了收益。嗯，没白忙活。嗯，真了不起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请问里面是心理姐姐的直播间吗？对，就往里走。哦，谢谢谢谢。哎。不是啥意思啊？我和直播间差别大吗？不能说是一模一样，反正就是太热烈了。哎，我烦死！来，走。手冷吗？冷。走。没什么问题，直接发给他们吧。行，这个月的设计提案你提一个啊。我是看在你女朋友蛋糕的面子上，别觉得自己现在行了。我没信心？不是，有信心，就是之前咱们内部的不是都没过吗？知道为什么没让你过吗？不知道。来坐。我记得你之前的设计有实用性，还有结合科技的智能型，也有针对儿童的环保型，对吧？对。其实设计有没有什么大问题？没有。但我 pass 的原因很简单，没新意。也没有自己的想法，并不是让你的设计要有多么新颖、多么出众。但什么是设计？它不是一张图纸，它是一个东西，一个既实用又美观的东西。它应该是我们家里和生活的一部分。我记得你的毕业设计作品是一把摇椅，对。我在那张设计图纸上看到了感情，充沛的情感远远比冰冷的设计重要的多。其实设计本身没有什么对错之分，每一个设计它都有它的价值。但对于为你买单的人来说，为什么要为你的设计买单？请注意，是你的设计。什么是你的设计？它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出来的设计，更不是照着书本、照着别人也能完成的设计。它应该有一个设计者的态度和温度。你女朋友那间花尾咖啡，真的有那么了不起吗？并没有。但为什么每个人都喜欢那里？等你回去想明白这件事情，就明白什么叫做你的设计。
欢迎下次光临。哎，您的咖啡。沈老板。哎，来了来了。下次再来啊。画呢？哎，叔叔。哎，您今天这是什么造型啊？干兼职啊。你看我这衣服，定制的，头盔新买的。哎，你那摩托车我征用了。行，这事儿挺帅，是吧，叔？老板呢？老板，老板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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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你下单送哪儿？我这小点声，上面写着呢。他别耽误，先提前走了啊。一会儿小心啊！为华为服务。路上慢点啊，叔叔。哎，拜拜。大家请看，这就是我这次设计的主题，一起吃饭吧，是一个二人情侣餐桌的设计，包含一张餐桌，两把椅子，餐桌和椅子都可以伸缩，最多可以容纳四人就餐。在桌面上有可以放置平板电脑的卡槽，适合在小户型里，情侣、新婚夫妇都是我的目标受众。大家现在都知道，年轻人点外卖为多数，很多人不愿意下厨做饭，大家都是在外面匆忙的吃一口，餐桌成了办公桌，成了堆放杂物的地方。但其实呢，我们并不需要多么大的餐桌，我们只需要一张小小的属于我们两个人的地方。我的理念是回归家庭，一起吃饭，哪怕只是一顿外卖，但是家里的晚餐时光是应该要有的温暖。这就是我设计的一起吃饭吧餐桌，谢谢大家。你设计的餐桌，彭宇那边直接定了，之前的方案不要弄，全力以赴做这个。彭宇订货了？对，这就意味你的设计直接可以出成品了，可以进卖场了，厉害呀，林拓！请大家吃个午饭吧，林设计师。行，想吃啥都行。哟，学长，喝咖啡吗？不喝不喝。可以呀，你我可都听说了啊，彭宇订了你的货。哎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你知道谁推荐了你的设计？我们魏组长。你再猜。不知道。韩雨欣。韩总监。嗯，彭宇的老大姓彭，是韩总监的前夫。他们公司是吉家的大客户，合作很多年了。之前都是我们组在负责他们的产品。但是他俩后来离婚了，韩总监不想又牵扯，就把客户转给你们组了。你这次设计的餐桌是韩总监去跟邢鹏谈的，具体怎么谈的我就不知道了。但是邢鹏直接就定了你的设计，一般。挺意外的，韩总监。嗯，
不管怎么说，恭喜你成功拿下这一单，做设计师了。谢谢他。韩总监，您下班了。谢谢您。谢我什么呀？谢谢您鼓励了我的设计，我的餐桌彭宇那边已经订货了。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还挺闲的，知道八卦还挺多，把心思用在工作上，少打听这些没用的事。明白。你别误会，我不是为了鼓励你，只是单纯的欣赏好的设计。那个餐桌并没有什么新意，但主题不错。还有，我提醒你一句，彭宇那边的要求很多，别最后完不成任务打了魏海洋的脸。你不是他的得意门生吗？谢谢韩总监，我会努力的。之前的血液各项指标都很正常，这次检查的颈椎和颅脑磁共振也没有问题。如果症状不消除反而变严重了，再做个 TCD 吧。像是从光里走来。